白岩，言嗯，言梦在全球各地都有分支，收录的信息也全面，找他比较方便。红客收录的信息也不少。好，下次我用红客。想查什么，安排望月或者什么？这种小事不用自己动手。他有多懒散，他比谁都清楚。没一会儿，黎俏吃完饭，靠着椅背继续喝了半杯孕妇奶粉。他想到了什么，打开手机登录翻墙软件。 很快就破解了网络防火墙，登录英帝社交网站。经过一天一夜的发酵，保罗·泰勒·柴尔曼的热度居高不下，甚至还衍生出其他的热搜词条：“柴尔曼公爵、保罗·泰勒·柴尔曼快回家、谁是保罗·泰勒·柴尔曼。”其中，柴尔曼公爵的热搜高高挂在榜首，讨论度冲破单条热搜最高纪录。事关顶级贵族，网民们的吃瓜热情空前高涨。 他们竟然没有撤掉热搜。闻此，商玉仅是玩味的勾唇，淡笑不语。黎俏也没纠结，看了一眼时间，便放下手机。你陪我回趟黎家。病好了。黎俏舔了下嘴角，不说话了。生病期他理亏，不敢造次。一个小时后，黎俏盖着毛毯在客厅落地窗前晒着太阳。初冬天气虽冷，但阳光很暖。黎俏闭着眼，有些昏昏欲睡。 朦胧间，好像听到有人在说话，似乎提到了保险箱之类的字眼。黎俏困乏，拉高毛毯盖在脸上，没一会儿就睡着了。客厅外是望月扛着一个小型的保险箱，和商玉汇报完，便略显吃力地往地下实验室走去。他也挺纳闷的，老大安排他去黎家取东西，也没说取什么，结果黎家主母段淑媛好像很不放心的样子，犹豫了半天。 最后，让他扛着保险箱回来复命。这一路，望月都在思考：保险箱里到底放了多少钱呢？